我还隐约的记得那一个发着第一张专辑的 Angela。然后梦睡觉的时候，梦中都会说 ：“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，今天要带来的这个歌曲是什么？”到现在就是时间过得好快，这整个世界的节奏都快起来了。这不都是我们一人一吗？呈现没有温度，应该有很多的大号可以帮我。哎，你不需要。我觉得质量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，这就是一个人的作品。我觉得它是一张非常有诚意的专辑。再不让我出去，我就唱 K 了。拜拜。好。